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男的好像都爱吃肉，我们家正哥呢爱吃肉饼，我一会儿给他做肉饼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有粉丝朋友在评论区啊批评我了，说你对你们家张哥好点，那人多好啊，又老实又有本事，养着你们仨，你还天天的那么任性，老欺负人家。后来我一想也是，我这不做自媒体吗，他告诉说你成天的不花钱，你的钱你全存着，你留着那钱干什么呀，他就把他那卡收走了，他就让我花我的钱。等我一花我的钱，我上超市买东西，我就开始算了。原来我从来不算，看什么就买，瞎买。现在我一看，我就捡便宜的买，买点菜，买点水果，花不了多少钱。这不是这个，最近我就老让他在网上订，天也冷了，北京我也不出去了，我说太冷，拿着也沉啊，不行，你还是从网上订吧。他就乖乖的，又是虾，又是肉，又是菜，从网上订。然后刚才背着包上超市买酱油去了，正好我说你出去溜溜弯哈，人家背一大包又去买，你说你要什么吧，我给你买回来，给你背回来。哎，不错，真的挺好的，有时候一想想也是哈，所以好好珍惜吧。哎呀，我就这么多年吧，我就老欺负他，他说不过我。哎，见了俗人压不住火呀。行了，干活吧，烙馅饼，香的肉饼，新学的，给我看看吧。好了，消毒完毕。开始调料，搁点蚝油，搁点盐，然后搁点黄酱，搁一勺黄酱，应该搁豆豉，然后搁点胡椒粉，再搁点鸡精，我这是鸡粉，生抽。生抽，嚼，这我刚才炸的葱姜蓝蓝的春风迎面吹，桃花朵朵开，冷三两小时，桃柳叶儿成双对，青年杏花开。嘿嘿哟，你的花儿还没凋，叫我忘不了。这个水是60度的温水，一斤面8两水，也就是说做馅饼必须要软和。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还等着你回来，看那桃花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还等着你回来，把那花儿采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还等着你回来，给你把花戴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。这个肉馅在冰箱里冻了1个多小时，1到2个小时。然后做之前呢，搁上姜，搁上葱花，再搁香油。是森林中的布谷鸟，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，看太阳落下去又回来，世界它多美妙，蝴蝶跳着动人的舞蹈，它的秘密没有人知道，美丽的白云悄悄哭泣，那是雨雪的味道，清晨的阳光照大地，美丽的天空还有
声声走，唱着动人的歌谣。开火吧，走。好了，糊了，中午不影响吃，倍儿香。哎，哎呦，粗鲁！我吃了这么一张半，还能吃，不吃了，怎么样？张哥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服吗？服了。哪辈子你修来的？怎么样？不赖吧？倍儿好吃。一斤半的五花肉。哎呦我天哪，张哥那盘子吃完了，这盘子都进去就一斤半，我们俩吃了，拜拜，成功。